起高喊口号，台湾基金立委陈柏惟、武力西手灭火器乐团主唱杨大正、驻南征队来到高雄进行车队扫街活动，呼吁高雄人不管是支持或反对罢免案，都一定要出来投票。我鼓励大家高雄乡亲一定要出门投票。如果你若反对，如果你若想要罢免夏国瑜，请你出门投票，因为五十几万的门槛真高，吼，绝对不是你啊放风啊，别人去投就好啊。如果你若支持韩国瑜，你嘛爱出来投票，啊，无死搞开票五百一千足歹看，都真正让你罢免无过，你市长嘛做袂在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支持也是反对，拢爱出门投票，捍卫这个高雄的民主自由。陈柏惟表示，31年前有一个头发还很多的年轻人，大声说要对抗共产党，但现在头发少了，就似乎忘了这件事。被问到对中共的态度，只会闪烁其词，甚至与中共口径一致。高雄无时间搁较等啦，袂使搁空转，所以明仔载吼，拜托大家。高雄的乡亲朋友一定要出来投票。杨大正说，他长期在台北发展，但昨天开车回到高雄，就是为了和所有市民站在一起，换掉不适任的市长，呼吁乡亲们一起出来，见证台湾民主历史。新唐人亚电视李俊菊、李美华，台湾高雄报道。